待会调查这一边呢、啊，那这边溪水好像慢慢恢复了。下游这边开始掉，上面就是交汇口，这边开始掉了。小杰呢？哦，大条的溪哥，哦，真有趣。超级瘦溪哥。哎，我有感染黄鸡虫了。哦，地球进化。打口了，马口。大溪沟。有的要处理，先放网子好了。
垭口。哎呦！一个。新歌，哦，漂亮的红猫，红猫很漂亮哦。大垭口，
约钓40分钟左右了，没有很咬。那大部分大只还抓起来，小只都放走了。那这边这个环境应该可以让他们挡过一段时间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这一只有爆蛋，放它回家。抓这些就够了，出发。